开始针对我了。谢谢马克摩的饭卡。全军出击。直接让斗地主系统针对啊，针对掉，着实是很难受啊呀！荒漠屠夫啊，荒漠屠夫，屠夫还屠夫，屠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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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过屠夫，哎呀我擦，荒漠屠夫没打过。这波我告诉你们为啥没打过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带那个，第一我们没带攻速，第二我们没带药水，这说明这天赋还是不能那么点，居然连鳄鱼都打不过了。正常来讲一级猴打的鳄鱼扛兵都是随便打的啊。这波居然没打过，嗯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为什么不带？因为我在研究这新天赋嘛，尝试嘛。这么带不是韧性高吗？事实证明，猴如果这么带的话，连前期的战斗力都没有了，不能这么带。我抠你，我一 A， 我再 A， 再 A， 再 A 绝打吧，这不，这不行。我抠一下，我一 A， 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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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。这波是一波极限拉扯，并且鳄鱼不是红怒抠，啊，这就属于这鳄鱼不够细节。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嗯，什么意思？赶紧推过去！这兵线受不了啊！我们直接一手红宝石加长剑吧，我就不出耀光了。这鳄鱼出的双多兰，我如果血量不够的话，我们是打不过他的。饼干我们也不换了啊。不行，带血还是不行，得带药水。猴需要药水，这波你能打过我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哎，这都能打赢我，我操了！谢谢西北眼镜盒的飞机，我的妈呀，这波他都不是红怒抠，他都啊是红怒抠，这波都不是红怒，打不了都能打赢我，凭啥呀？他多少攻速啊？他 0.84 我 0.82， 我操了，我们攻速还没他快呢。哎呀老鳄鱼，我记一技能 CD 没好吧？好了吗？
杰郎西的好了吗？没好啊，我看。好了，那好了，那就是没瞅着呗，那就是。我失误了还不行吗？怎么的就非得揪着不放呗？我就不能有失误，是不是啊？啊？怎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非得揪着不放呗？我也横一把。好，我也豪横一把。这哎，不行了，他有皮孩啊、哦，他铁板孩，不行啊。他有理了，我也豪横一把，我也学一学别人，即使自己犯错了啊，有失误了，也得横起来。10分30秒。这把我决定出分离者，不是很顺啊。如果不是特别顺，我就不出三项了。小逆的话就分离者吧，跟着鳄鱼打出三项不太好打。不过他的装备挺烂的，我说实话，两个小破多兰加个破布甲鞋，装备挺烂。这怎么的呀？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15秒有大扣一下，哎呀我天哪，吓死我了，我寻思我扣一下死不了呢，这鳄鱼挺脆呀，这鳄鱼谁 K 连斯巴瑞了？没关系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嗯。给我守下塔，艾克。守一下。啊。来吧，分离者。带个扫描。打他一下。可以。我们出门。要谁吃午餐呢？小驴人咋的呀？小驴人跟鳄鱼要越塔呗，两条小破鱼儿还要越塔。
那中路皎月，你干他呀！他又没有大。抽他一下，EA 他一下，分离者 Q，E 一下，A 一下，Q 一下。这鳄鱼已经有点扛不住了，发现没有？嗯，让我一顿耗血。一血塔没了，还敢回家啊？这波不打了，没蓝了，我们先去吃口屎，回来再跟他打。300多点蓝应该就够。嗯，这波可以跟他打。我们已经分离者了，他现在就是个屁，知道吗？他现在就是个屁。别别别别别！有没有蛤蟆吃一个？蓝 buff 有没有？哎，啥也没有，回家吧。接下来出点啥呢？出这个吧，出个九头蛇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我想干嘛来着？我怎么给忘了呀？我想干什么来着？有点想不起来了啊！我想干什么来着？把小龙打了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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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可以要。追你来了，那不随便打吗呢？杀我呀！啊！杀我！我的天哪！别急啊，这波看看到底怎么打。这艾克啥也没干，死了。谁打来？我到位了。先把 ADC 杀了。你这不行啊，这卢仙。啥也不是，有个兄弟说打着打小龙的词，七号吃中路兵线，你要批斗我呀？
漂亮，回上路收兵吧。这波我回家也没啥意义，其实我回上路收兵，那我回中路收兵。啊，对了，我想看看我的意义到底好没好。我想看看那一波我意义到底好没好。艾克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？我们已经两件套了，这那鱼还是一件套。哎，我的装备怎么会比他好这么多呀？我装备比他好的，好的也太多了吧？撒一下有没有眼儿啊？没眼儿死了。这别急啊！这为什么这么狂？我就想知道啊！这为什么这么狂妄？狂妄，狂妄是吧？啊，狂妄是吧？为什么这三个人敢如此狂妄？三个人而已，又不是四个五个，为什么狂妄？我以你们家要四五个还行。这 ADC 在这等他一下啊，我们开个扫描在这等他，如果过来我第一时间都能看到他，但他不过来就算了吧。这皮肤怎么不说话？谁到了怎么不说话呢？算了吧，小驴人来了，我看看下件装备咱来个什么啊？哎呀，为什么黑切比蟹手都贵呀？凭什么黑切比蟹手贵呀？扣一下 ，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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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，扣一下，转起来。你以为我没有蓝？其实我身边有队友，哎，就没有队友，这鳄鱼也是弟弟，他也打不过我。我先补个车，没事，咱不敢上。你放峡谷啊！3200，差点钱呢。
你们打吧，我打个红 buff， 打完红我们就回家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分离者用不着黑切了吧？为啥不用黑切了呀？关键蟹手没用啊！那猴，猴出蟹手，你是有啥用？我真感觉没啥用。我是真不太乐意出，少了100点血量，但是我加了25点技能级数。25点啊！黑切加这么多技能级数呢？护甲克星，黑切，黑色切割者，现在就是攻速有点慢。打大龙，几个人啊？没有四个人啊！别过来跟我打，稻草人恐惧我，我估计也就一秒钟。来，这不行啊！这还是薛飞是有点脆呀、啊，这怎么打人这么疼啊？有这么疼吗？这跟说好的可不一样啊。真是脆呀、啊、真脆呀、啊、真是太脆了。我出个影魔刀，我不出蟹手。出蟹手就不被秒了，对呀，出蟹手也得被秒，没用。那蟹手如果没打着人，只给200点生命值，你知道吧？乘以8%的生命值，就只给那么一点盾，就那么一点点，就可能还没这影魔刀盾多呢。因为我没打到人。被打也算，被打不算。在对抗一名英雄造成伤害后，啊，或造成伤害后6秒共回复多少？啊，被打也叠呀？哎，那被打也叠，怎么回事呢？那这蟹手有 bug 呀？我觉得这蟹手。指定是有 bug。走，公路玩一玩。算了，推中吧。不追了，这小驴人追他干啥呀？啥追？你追吧。你追我就不追了。啊！你居然没打过他，不敢相信啊！我今天就想给个舞台，行不行？我就想，算了。我觉得我这波1v5没有啥问题，没啥问题，我觉得。来，我尝试一波，给个舞台。来，上，几个人来。打我呀！这怎么不打人呢？这帮人啊！
我都差点到你们脑袋上拉屎了，我都啊，都不敢过来找我打，真是猥琐呀！我高低今天我得1v5一把，我跟你们说，首先大影魔刀肯定得要，其次我们需要点物抗。啊，我们需要点物抗。来个马无蹄无之刺。我们先杀 ADC， 再杀稻草人，最后杀小驴人，外加机器人，剩个鳄鱼，我们死。因为我没有物抗，我来了。我先杀鳄鱼。干哈呢？小驴人 ，Q 十 ADC， 一死机器人，干死。如果我们要想出点护甲，来个啥？看来只能来个春哥了。没有舞台了，没有舞台了，舞台没了。